很 K 而已，听起来很 K。好了好了，可以了。换了个伺服器。嗯。等待神明的指示。显灵了吗？对，他刚刚又显灵一下，在等待。神明。哇哇哇哇哇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这是什么鬼？先拿，快点！先带回去！走！带回家，带回家！我好渴，我好渴！我想放个，希望我的渔获可以大增。DC 原名是什么？迪士尼啊！来了，来，大家拿武器，下面箱子。迪士尼这样。哎，升级喽，升级喽！跟你们讲，升级了。好，我走了。下面箱子有东西。嗯。希望我的渔获可以大增。哈林老师，拜托。哎，刚刚还有好几把，今天发箱子给其他人吧。我只拿了一把，我也只拿了一把而已，我另外一把放箱子了。在我身上，在我身上。其他的也放箱子给大家用吧。好，我拿一把就好。放下面的箱子比较看得到。哦，好。对啊。然后还有弓箭。拿武器哦！刚刚神明又显灵了。哎，然后他刚刚又指示了一个奇妙的东西给我们看，摆给你们看。嗯，八七，出了这个，不是八七吗？还没，哦，我看到了，好像有 CD 时间。哎，后面啊，我们收起来了，收起来了！哎，等一下，城墙要烧掉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没事。上面的树。哇！完了！没事了。没事。吓死！吓！不要在家里中暑，很危险啊！门冲太近啊，很危险。会被火。刚给我这个东西啊，各位。刚你那个东西给我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怎么没有召唤啊？我觉得有点。我觉得他少了一个红色的东西，所以招不出来。哦，哎，对，我们需要去那个，哎，这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什么样子？什么鬼啊？这样不行啊，打掉了，你还不是玩得很开心？这样可以好不好？这样可以，他是手手。啊。我来看一下啊，去用它还是觉得有点好笑。对，另外一只手收嘞，再收起来。为什么？烧起来了，烧起来了。地毯会烧起来。先割一下，这样。好。呀，那个熔炉为什么在这里啊？熔炉把它挖掉，放这里啊。神明，这只是手少一只啊。对，没有像他少一只手啊。啊，应该挖得掉。哎、欸，小，哇，好多鱼哦。低效的，其实是哥伦比亚特区。哎、欸，小没怪了、欸。对啊，怪物清楚了。嗯，哎、欸，小，哎、欸，小。感谢哈林老师，耶、yeah, ！万岁！万岁！万岁！怎么又被？这边在底哈。好的，盖完了。我来去看一下那边还有什么可以盖的。神庙那边要不要扩建啊？对啊，感觉是要扩建啊。我就先加一点装饰了。我这里有那个啦，我还有一些木头。嗯。然后后面头，然后后面这边。好。可是要扩建，怎么扩建啊？我想一下。先把屋檐这里把它加宽吧。好啊。对啊，加宽。然后我觉得可以加一些栅栏当装饰。嗯，我觉得你这个主意不错。哎呀，他怎么一直在生村民下来啊？
他的信徒会一直增加、啊。对啊，越来越多了啦，等一下。越来越多信徒。还有信徒啊。哎、欸，有人要有要献祭了吗？有人要献祭、欸。等一下，我刚献祭完，他写召唤凋零将可以获得最终指示。啊！凋零，可是我们少一颗啊！好像之前有先给一颗，我记得之前铁砖的时候 有吗？你看一下，你看一下。有，我记得铁砖的时候有给一颗。哎呦，我又不买这地方打。不是啊，我们要打凋零，我们有弓、啊、有箭尺啊，可以啊。他说只要召唤就 好，没说要击杀。可是他会破坏我们家。我可以招在别座岛啊。这防爆不是吗？防爆、啊！哇塞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防爆，那我们可以把凋零困住啊。对啊。哦。哎，这个是仙人的智慧啊。对。又下雨了，还晚上。嗯。那叫凋零去打怪啊。对啊。养一只凋零来打怪啊。好像我召唤了、喔，等一下，不要，先要不要先那把它盖住啊？我先盖、啊，我先盖、啊，等一下。好、哦、好，那附魔台、附魔人带走吧。嗯，防爆啊。防爆没差、啊，你只要把那盖就是卡住吧，直接卡在这里就好了。哇，哎、欸、呀，下雨嘞，下大暴雨。对呀。这不是生七七了？这是不是就暗示说真的要招了？对啊，好了，是说我还在这边盖，你要先过来啊，我在、欸，好，我先过去，好，上面一层应该够吧，我来了，啊，我冷了，先把自己的状态全刷好，先把它刷好，先刷满，刷满，没关系啊，没有那个啊，没有不会破坏地形的、啊，在里面招就好了。嗯，没关系，他下雨他不会打，他只会恨天，对着天空生气。哎、欸，为什么要是推他来撞我？我想推他下水。你要推他下海？下海，下。觉得有点口渴，泡一下水。泡一下水。哎、欸，我刚明明就在旁边，奇怪。个人挤到吧，外面又在追信徒了。等一下是有雷劈到猪是不是？有雷猪，外面有猪人、啊，有猪人啊！没有啊，门出来的吧？欸、我状态好了，大家状态好了吗？我好了，我的口渴还没，没关系，你可以先招啊，我可以远距离攻射击啊、嗯。我在旁边看就好了。没有、啊，你也可以啊，过去啊，你过去打一下、啊。对啊，可以拿公司啊，反正你被凋零过很多次了，没关系。我招了，我招了。嘿，啊！对啊，我根本没有弓箭呐。箱子里边没有啊？谁召唤我？哇塞！讲话有十根而已。村民，你怎么死啦？来了啦！他怎么飞走了？去吧，我的孩子，什么鬼？要死！我塞着。开太近了，好近！他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是吗？我卡了。我卡了。穿衣师啦！啊，穿衣师啦！走这。好。等一下，太多了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弓跑哪去？上面地上应该很多啦，地上很多。没有箭矢。有，我扣了很多血，等一下，他是不是回血有点快啊？后面有箭矢。啊！哎，我在海上，我箭矢，神机，有箭矢了。下来，近战，需要近战。啊！他下来了。哇！我看到大家都倒了。好痛啊！哎、欸，我卡住他了，我可以一直打他。哎、欸，我的啊！外公，那你的弓，现在进站。他在哪里？我要拿弓敲他。边，他跑出去了。我没刀了，我没刀子了。箱子里面有。Yes， 死了！猪人走开呀！什么鬼
你在干嘛？所以我们结束了吗？他不是，没有，我们还要去庙那边看啊。他说去看神迹是在是什么？对，我们要捐一点东西吧。对，我们要捐一下，要捐一下。哎，捐那个啊，我们打掉那个地狱之心啊。地狱之心，地狱之心，拿到了，在我身上。好，走。神庙下去很危险。杀过去啊！等一下，酷狗是谁啊？酷狗，里面好恐怖啊！酷狗，酷狗，对啊。我放进去啦！好，放进去啊！我啊！小心被炸死！我要死！我要回家！我要先回家！东西拿不到，这什么？这算哪？这东西？啊，有了有了！等一下，我想要刀子，没刀子！哇！我先补血，我要先回血。哦，我一煮多了腐肉，有没有要吃腐肉啊？不用。哇，黑色兔子！哎，我这里有三把剑在我身上，为什么太多了？他刚给的。哎呀，都丢枪走，丢枪子的。等一下，还有些。我杀掉没有？哈？你杀了我？你怎么杀了我？你杀了我？怎么会有船啊？不是，你真的相信你杀了我吗？你刚刚明明又没有砍啊！这座船好烧哦！射弓箭啊！红海吓死我了！红海要来了！射的，应该是宝贝人射的吧？要过红海了！来，我杀进红海，快，跟上！好，来了！哦，走！是什么？哎呀，看先计算是什么东西？哇，好多，这太多了吧？对啊。等一下。哦，中介之眼，中介之眼，快拿，快拿！哦，有了。接下来你们懂得，看看附近，好，看看附近。附近有文明区，然后嘞，文明区跟很多僵尸啊，是不是那个有中介之眼啊？是吗？不是，我觉得有中介吗？应该是门吧。啊，我看到这里。我这里哪里看不到哪里在哪里啊？要在岛上啊！面对庙的左边，好来走，面对庙的左边，你确定现在要去吗？我就等白天了，白天再去好，白天再去。看到一堆人折回来的画面还蛮可爱，这里蛮多见识的，随便补给了一些见识给我们。对，反正你要冷了。等一下，刚刚的铁装还有吗？应该还有吧，全部丢到箱子了。要不要做装啊？做装啊，做一下。我看箱子里面没铁了。对啊，没铁了。你可以带这个头颅上场。哪一个？好。然后要带弓箭哦。好大，头大。哇，讲谁头大？讲谁啊？讲清楚啊，谁头大？讲谁啊？哎，剑石你们没有拿吗？哎，铁在这里啊，下面啊，下面有铁。我身上超多剑石。嗯，我这只能做一套装备的铁而已。嗯，我这边还有七个铁，这里还有七个铁，七个铁先做裤子。我只好一个。哎，青金石在哪里啊？哦，这里。哦，我只有三等。我可以换一个。我有五等，你去那个下面打一下快的人。没关系。来这边给你们。嘿咻！我非常渴。你非常渴，去吧。喝水。喝饱了。嗯。还没有剑弓箭可以做啊，下。哦，有，我做一下。至少很多吧？对啊，没有，我要做弓箭。有成就吗？弓，弓有很多啊。对啊，我要来做了。我怎么没看到？弓在这里啊。好像没有了。小雨，你要什么？我要木头。你要木头做什么？要做木棍。哦，这里刚好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我的状态差不多了。白皙，你要冷了。我怎么又冷了？你又冷了？怎么冷？哇，你怎么不穿？白天了，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我可以了。食物都准备好吗？
嗯，我有很多腐肉。刚刚烤马铃薯有拿？有，有在继续烧。有很多腐肉。有，再烧。最后到底要击败谁呢？就让我们看下去。看下去，是说有人带稿子吗？还是 1.8 的不会有栅栏？1.8不会，风景包哦，好好好，好像没有什么栅栏，就那个补血塔上面。嗯，哎、欸，鬼话跳进来了，哦，为什么突然受伤？挤到吧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要有人专门带打火机去中介点火？点火跟水啊，哦、去中介不是会对啊，会冷会渴。哦、你就在冷跟渴之前先把它打掉。哦，好哦，先把这些状态都补到最好状态。嗯，哎呀，我已经是最好了，我已经是最好了，我也好了，你们 OK 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好了，走吧，差不多，那走咯，好，走吧，好，走 ，Go Go Go。有电到垫脚石哦，一点点，有一点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够够够，我们有很多箭石，哎、欸、有箱子哎、欸、旁边有工具啊，给我们工具、欸，旁边有工具啊，哇，感谢神明，感谢哈林老师，哈林老师，哎、欸，最后一颗要放下去喽，好，垃圾我们不会开。我进来了，小电教室。喂，太强了！没防喷电教室嘞？水晶啊！我们要往哪边？哎，我们视野是要拉，视野超对，往这边，往这边，往这边走，没错，往这边，啊，好危险哦，很恐怖哦。走！不要看到他，不要看到他！啊，他在看我们。我没看你，再往这边吗？多的吗？没有了，没有了啊！下去了啦！下去，下来了，走了啦。OK。哎，小，哇，这个视野要怎么射水晶啊？怎么射水晶啊？碰运气哦。看不到啊。你要走过去，然后碰到那个柱子，凭感觉，然后自己再猜高度。要凭感觉，我们要相信哈林老师。哈林老师会协助我们的，可以的。哇，好平啊，怎么都看不到啊？对啊，真的什么都看不到，还是根本没有柱子啊？哎、欸，有吧？欸、有了，有看到了。哇，你好大、啊！在哪里？有，出现平条了。哦，我看到，哎、欸，中了，射爆一个了，有中心满了，有圣怪砖哎，把它挖掉，挖掉，哇塞，团团你有吃的吗？有没有射到啊？怎么射了？哎，有了，又爆一个了，哎，又爆了，爆三个了，我先清这边的那个圣怪砖，它会升中。杰克，你要吃的吗？我剩一点点，我这边有，你们在哪？我在杰克旁边，我看到你了，不要动！你在哪？调皮熊猫，不要动！好，我不动。我看到中介满了，我打掉一个圣怪砖。好，来，圣怪砖好像都在中间的位置。爆掉了没？困扰。这个的。